第五十八题 Ruby laces at a wavelength of 694 nm. A certain ruby crystal has 4×10⁻¹⁹ Cr ions. The lacing transition is between the first excited state and the ground state, and the output is a light pulse lasting 2 mu s. As the pulse begins, 60% of the chrome Cr ions are in the first excited state and the rest are in the ground state. What is the average power emitted during the pulse? Hint: Don't just ignore the ground state ions. 好，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雷射的问题啊，这个红宝石雷射啊，红宝石雷射它放射出的光的频率呢波长呢是694纳米啊。假设呢有一个红宝石的晶体，这个晶体有4×10^19个隔离子啊，这隔离子呢就是由这隔离子的量子药签放射出的光子啊。好，所以主要就是这个隔离子来放射出雷射光。好，那么假设呢这个量子药签呢从第一激发态到激态的药签呢造成了一个脉冲光，这个脉冲光持续的时间是2微秒的时间，2μs。啊，当这个脉冲呢要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刚要开始辐射的时候呢，隔离子呢它的这么多离子当中呢有 60% 是在第一激发态透过 pumping 啊，把这个镉原子呢从它的这个高能量状态呢反而具有比较多的比例，而 40% 当然就是在激态了，其他就是在激态上面，假设没有更高的这个能阶被占据，只有 40% 在激态， 60% 在第一激发态，然后从第一激发态要迁到激态呢就会产生一个雷射光辐射出去啊。好，那要我们计算呢这个2微秒内的这个辐射出光子的所造成的辐射的光的 power 啊，在一个 pulse 当中，就是在2微秒当中有多少能量辐射出去，把这个能量除以秒数就是得到 power。 题目要我们要特别注意，固然雷射光是由这个高能量跳到低能量所造成的辐射，对不对？所以呢主要当然是要看有多少比例的这个低激发态的镉原子，但是呢你不要忽略掉在这个系统当中其实还有 40% 的离子呢是在激态状态下。那这个提示呢主要就是要我们注意到，当我们做这些能量的计算的时候，你不能直接就用假设这么多个镉原子的 60% 全部在发光。为什么呢？因为有部分的能量呢会被发出来的光子呢，有部分的光子会被激态的这个隔离子吸收所以部分呢会被吸收掉所以不是全部都发，这个光子全部都能够放射的出去。所以我们首先呢先把这个放出的光的光子的能量先算出来， HC 除以 lambda 就是光子的能量。由光子的能量我们就开始做计算，说因为我们0.6 呢放出的雷射光这些 0.6 的比例的镉离子放出的光子呢会被 40% 的镉离子去吸收，让它激发到第一激发态，所以会只有 0.6×0.4 也就是只有 20% 的光子呢是不为激态所吸收而辐射出去了，
所以只有 20% 而不是 60% 啊，所以特别要注意这个修正啊。所以再把这个这个 2.87 的这个2.87 的每一个光子的能量乘过来，还有全部的隔离子的总数放在这里，乘上 20%， 再除上放这个脉冲雷射的时间，这个脉冲雷射的时间是2×10^-6 秒，所以这样除完之后就是得到我们的功率。所以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其实光的功率是很高的，大约达到了100万瓦特的这样高的功率啊。好，这是关于一个红宝石雷射它的这个脉冲雷射它瞬间所放出的功率的计算。